陈县台，请。哎，女儿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妙妙妙啊！啊，恭喜界元郎又做了一首上等佳作呀！啊，这词不是我写的。这位姑娘，这词到底是谁写的？哦，刚才的小衙役啊，跟公子您擦肩而过的。衙役？可是刚刚与我们一起迎宾的小衙役。 正是，他说他姓李，和我是本家。李佑，陈县台啊，这你就不够厚道了啊！为了和界元郎较劲，竟然让人假扮衙役，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不让大人，这李佑，他果真是个衙役，他当真是个衙役。今天在班房。 我随便找了一个新衙役。哼，这江南文风之盛，真是恐怖如斯啊！随便一个衙役就能做出这等好词来，啊？刚才那歌姬是和衙役打赌，他若写不出好词来，就让人开阁李佑回家；若李佑写出好词来，他就吞了这张纸啊！混账东西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打烂你的狗嘴！莫冲动。 这什么时候，一个歌姬也能在本县当家做主？当本官是死了吗？县尊大人，下官以为是歌姬戏说而已。哼，是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哪有哪有？你说，你想好了再说。万事有我，但说无妨。尽管直言。 虚江县内，本官替你做主。确有此事。这等誓词，连我都写不出来。你一个庸俗的歌姬，让你吃这些东西，简直如同喂猪，暴殄天物。那就改吃两张白纸吧。这等好词，我等还要好好的品味品味呢。你个老家伙，你！哎，莫冲动，莫冲动嘛。千年王八万年龟。 乌龟王八活得长，该忍则忍，方能出头啊！好诗好词，貌美如花，才艺绝佳哦。这个主意好，主意好，词作更妙啊！啊！女儿啊，忍口气，快吃了吧。女儿啊。 没办法跟大人交代，吃了吧。妈妈，我吃完了。 昨天派出去的兄弟啊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抓不到人还敢回来，回来找打呀？啥？这衙役破不了案子，还得挨板子？嗯，刘，没准你能躲过去。听说你写了一首好词，今天县城里的人呐，可都传开了。哎，随便写写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赶紧回家。 这个寻死觅活的，什么？哎呀，让！王叔，这账算得可不清楚啊。这账我查得很清楚，绝对没问题。老王。 你可要跟秀秀交代清楚，要是不清楚，明天不，现在就跟我滚！感冒，小姐，你……哎，这个香囊不错啊。嗯，小刘，夫人，懂了吗？懂。你看，做官是啊。
¡Ay, God! <音>又是你们官家找事儿，找什么事儿啊？你找茬吧！你知不知道，好汉不拦路，好狗不挡道。你说谁狗啊？你说谁狗啊？你说谁狗啊？你多大年纪了还不懂规矩？什么叫规矩啊？我家店子就开在这儿，我轿子就停在我店的旁边，这就叫规矩，懂不懂啊？这个道可不是你家的，你知道吗？ 这半个胥江县城都是我官家的，你明白吗？脑子明白吗？你怎么不说整个县城都是你家的？<笑>哎，大家伙来看看啊！刘勋县家的夫人和官员外家的夫人在这吵架呢，快来看看啊！快来看啊！闭嘴！滚！我跟你说，今天你是碰到我了。娘，娘。 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是娘对不起你呀，是娘害了你呀。17年前，为娘悔不该贪玩，把你给摔着了。17年前，我娘这反社会也太成了。娘不哭不光。哎哎，这事儿我知道。我亲眼看见老娘摔的，咣当一下就砸到地上了。 你直接就昏过去了，头上还不这么大一个包呢。娘不哭不哭。二郎啊，当年生你的时候，我和你娘啊，给你找了个算命的，给你算了一个，这个算命的说呀，你就是天上的文曲星，你将来就可以状元及第。这事我知道，当时娘带了2两银子，全给算命的了。我当时，我是肚子都回来的。别说了，哎。 娘，这兴许是那个算命先生哄你钱呢。儿子，昨天你写了一首让全城都叫好的词，娘这才想起来啊。如果当初我没把你摔着，如果你爹早点从那个衙门里头把那个布兜的差事给撕了，你早点上学，你现在至少也是个秀才了啊！哎呀，你别碰我！ 娘，慢慢说啊。我儿现在啊，才是个衙役，是你娘我断了你的状元路啊。哎呀，娘，不哭不哭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娘，你不都说了吗？我是这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只要我啊腹中有才华，只要你儿子肯努力。 娘，我肯定会有出头之日的，真的。娘，你相信我没事的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嗯。快快快快！老棒！我输了。你输了，来，爹给你倒上啊！来，喝。 喝，真好，喝。娘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好，让我爹喝酒？今天呢，咱们家有大喜事啊，你也多喝点儿。别光吃菜呀，二郎，跟着娘。好。 二郎啊，我跟你说呀、啊，昨天写的那词啊，那真是名动虚江啊。儿子，我告诉你啊，那首词啊，写的忒好，忒好，啥？太好了，太好。干嘛你爹乐的？我跟你们说。
我还有更好的。真的？是我儿子啊？干啥呢？儿子！呦呦呦呦呦！儿子！啊！你好啊！山上落着一株架。哎，先生，哭什么？先生，哎，这先生怎么哭了？这好是不好啊？买布去，买白布，买白布。这，哎，啊？哎，这。爹，挂在这上面可不可以啊？我挂你脑门子上可以不可以啊？啊，这能挂吗？这谁看得见呢？这那挂哪儿啊？得找一明显的地方。哪儿明显？这门楼子那儿。哦，好，好，走。
好啊，好啊，老刘啊，别理他。别人听词，你也来听，听得懂吗？好一个关胜的后人呐、啊，人高马大有力，竟然来看武不练武。关胜的脸让你给丢光了。你最糟糕的是什么呢？连个儿子都没有，关胜的血脉就断了。嘿嘿，那咱们喝酒，喝酒啊！哼，我女儿国色天香，没事啊。找一个靠谱的赘婿，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不像他，老刘啊，怎么了？你的女儿，他女儿啊，就连见陌生男人都不行，这一见啊就犯病。哎呦我操！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别吵了，听我说，好消息，听我说，李佑又出新作了。李佑的作品已经被抄写出来了，大家想不想看呢？李佑是谁？啊？哎，想不想啊？来来来，我看看。那个李佑是什么人？都看看，都看看。那是李老捕头家的二郎，去做了衙役。哎呦，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婿就好了，真的。别急，别急。你说什么？女婿？嗯。让开，让开。给我。哎，我是巡检。给我，我是虚乡首富，给我。行了行了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李佑住在哪儿？李佑住哪儿？从这里到这里的河堤工程量大，以下关的财力还是不够，还需要布朗大人的鼎力相助。若是能减免两万两财粮赋税，剩下的下官自行筹措。哎呀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最多一万两。户部也是捉襟见肘啊，张开嘴嗷嗷待哺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两位大人，李佑又出新作了。哎呀，哈！不意陈县台之下，一个白身衙役，竟有如此的诗才，足见教化之功。不敢当，下官也是刚到任。那我们赶紧去看看。请随我来，走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不好了！何事啊？李佑又出新作了。醒了，把醒酒茶喝了。娘，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写诗了？你等着啊，写了，那就是这个。娘啊，也不懂得好坏，可是把你爹可激动坏了。这不嘛，带着你哥上街上张贴去了。苍天大地啊，这首词中绝品竟然醉酒随意想。撤回撤回。啊，你儿子，哎，我得快点啊。哦，去去。来来来，看看我这个。儿子儿子，把醒酒茶喝了。我回来再喝。娘，我回来再喝。我哇，后生如此俊俏，跟我们家秀秀很配。哎呀，是机智俊俏，跟我的女儿心玉真是绝配呀！等等我，女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！知县大人到。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爹，啊，你这干嘛呢？赶紧撕掉啊！撕什么呀？撕个屁！你不撕我撕去！哎，现在扯下来也来不及了呀！你说，一个赌博，一个喝酒，这样不好吗？你得把我的诗词贴出来，这暴殄天物啊！长夏，我要不贴出这第二首来，人家咋知道我儿子有如此的诗才呀？啊，随进，随进。公子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骊山语罢琴箫伴，泪雨霖铃终不怨。何如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荡日喧。须江里游，果真是江南词圣。李词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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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嘴！李词圣，李词圣，这有什么好吗？你也闭嘴！李自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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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自胜。李不爱喝酒，很容易灌醉的。李自胜，李自胜，李自胜，李左好赌，这就好办。李自胜，李自胜，李自胜，李自胜。我得中一省解元，世压北方书生。自觉诗词当时难觅敌手，特来江南拜会曲吟，欲借此扬名于天下。谁知才下得船，便遇一个衙役诗才如此第一手，竟让我望尘莫及，苦思良夜，都未能写出一篇媲美之作。又见第二首，这绝世之作，罢了。丢人如此，我还是返乡去吧。季生玉，贺生亮。季生玉，贺生亮。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骊山语罢清宵半，泪雨霖铃终不怨。何如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当日愿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这首词和上一集的《采桑子》一样，都是出自清代词人纳兰性德。不过相比起来，这首《木兰花令》它的艺术性就更高。纳兰的词多凄美隽永，这一首《木兰花令》拟古绝绝词见有更是其中的翘楚，他仿作古人的绝绝词，一个感情被抛弃的女子身份，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，道出人生处处可见的惆怅和遗憾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正所谓故事的开头都是美好的，结局却不同。每当世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，总会想起当初的美好，正是这种人人都有的感受，被纳兰性德一口道出，才使得这首词成为千古名作。后面词的两句引用了两个典故，第一个就是班婕妤被汉成帝抛弃，就像秋天的扇子一样。大家想一想，扇子到了秋天下场是怎样的，这不用多说了。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扇子的感受？另外一个就是杨贵妃她和唐明皇，不管那么多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总之一句话，爱过。却不